看那个雄月非常非常美，在阿寒湖是结冰的，非常非常漂亮。我们在无边际泳池泡个汤，看着日出非常非常舒服。烟雾弥漫，走过去点就稍微看了，你看这边还有冰雕，晚上还可以看冰雕，这真的很棒。你看这日出，哇，一个很棒的 feel， 很像在仙境。好，很美很美。好，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在阿寒。好，这个位置非常棒。你看这些风景，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。那边有一块啊。